兄弟们，我又来钓鱼了。今天就把钓位选在这个地方，用2米7的杆子钓大板鲫。昨天的那个鱼都在这个草边，我们今天就用这个2米7的钓这个草边，线组2+1就可以。没有带剪刀，被我咬成这样。饵料我们今天还用这个钓饵筐。静置2分钟。钩子是5号金锈。不停地揉打成团，排出里面的空气。嗯，真不错。我去，哇，这么大呀！哦，好，烦死了！我，嘿嘿，这条不能再跑了。哎呦，嘿嘿。Nice. 哎呀，好硬！哎呦我的妈！哎。钓友的妈妈给我们做的饭太好吃了，实在是太热情了。看一下今天的鱼货，看这大鲫鱼，看这个鱼。哎呀，今天下午可算是过瘾了，体验到了连杆的快乐。